下雨了。Oh my god! Oh my god! 哇哇啊！这画眉鸟在叫，可能是它的窝被淹了吧。像不像是联动孙悟空的是联动的路？哦，小鸟在叫。听雨的声音。今天的午饭 croissants 就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转一下。转20秒就够了。我喜欢用这个刀，其实这个是吃牛肉的。给它开，加上点 butter 就可以了，泡上一杯茶，这就是午饭。剩下个底儿了，不抹上 butter 呢，就会觉得比较干一些。其实 butter 应该是很增肥的哈，没有关系，我上班太累了，应该增一点肥。这个切的就不够好。完成了，喝出来，完成了午饭。很简单。我还经常穿这个黑毛衣，这个呢是我从这个 croissant 呢是我从 Tesco 那个做面包的那个 counter 买的，但是我觉得还没有 Morrison 一磅钱卖四个的那个放上20秒的好吃。我很少吃 croissants， 这个呢我就感觉比较的硬，你看这个就觉得比较的脆，而 Morrison 的那个呢就不存在，你看，这样的比较浪费，可实在是太难吃了。我把盘子洗一下就可以了。这还有 croissant 的皮呢。休息一会儿去。
看着今天又下雨，刚才下的还挺大。我从 Greg's 买的这个汤面，哎，打开，打不开了呢，都没有。哎，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打不开了，刚才还打开的。哦，打开了。因为超市我发现有的时候它的汤面卖的好吃，有的时候不好吃，我就打算泡上一杯茶，然后吃个汤面，晚上也不是很饿，就吃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也不是很饿，不是很饿吧，不吃东西吧又觉得会饿。吃一个这个尝尝吧。 Greg's 做的蛋糕应该是现做的，我感觉比超市里能好一点。这个豆和油条的是一个，这个呢他明天也许会吃，他说他不饿。 OK， 请大家吃一口，我就去吃我的汤面去了。来吃一口吧，还是很好吃的，虽然热量很高。我去吃东西去了，感谢收看，泡上我的茶，待会呢再加上一杯，加上一小勺蜂蜜。小黑鸟，哎，对了。然后呢，这是今天的，算是午饭吧，因为我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呢，它是一个鸡翅膀，是我从 Tesco 买的，叫中国的 Chinese Chicken Thighs， 中国的鸡小腿儿。你别看是 August， 我买了很久了，现在都年末了，得赶紧把它吃出来。我是这样，有时候买了冰箱冷冻柜塞满了，忘了。三个这么一个，它就是 mix and match， 还可以买什么鸡翅啊，还可以买什么 pork chops， 什么猪肉之类的。这三个10磅，这不是这一盒，三个才10磅。我就打算把我这冰棍呢清理清理，都吃一吃。拿出来呢，现在感觉已经冻全部都化掉了。我把 oven 打开了，关了以后给它扔进去，看看烤几分钟呢？40到45分钟。Gas fire. OK. 这差不多就是 fire， 就在这儿。下面找一个盛汤面的东西，看看用谁呢？用个这个小的，我看就够了。用这个小的吧。不行，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得用个大的。用个大的差不多，然后我拿我的刀。我先拿筷子就好弄了，出不来。Just some stir-fry noodles.
Oh, okay, sounds nice. See, to make the dish a lot hotter. Yeah. If you leave them in, you can leave them there.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after you cut in chili? Touch your eyes. This is the one that is this one. China egg noodles. This is our Chinese rice. This rice. 还行吧，我更喜欢吃四川担担面。This will be the crispier side. 嗯。You want your mum to eat the lamb, but she cooks them, make sure it's colourful.You first, please. Mind the plates, very hot. Oh, yeah. This is my breakfast. I also added a salad. Rock. Can I think?